哎，那你要吗？不要。我刚刚饿了。他跳不起来。林心磊真吓到。沙米沙拉哦。在你们后面是内湾老街，放假之后这边很多人在这边逛街。今天我们要挑战，如果有粉丝认出来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获得100块买东西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挑战就是不会被粉丝认出来。我觉得应该没有啦，我们可以好好的逛街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内湾老街怎么样？内湾老街感觉就是个很舒服的地方。你觉得今天被认出来的几率？30%，因为好像没什么人台风假出来玩。我觉得今天啊人比较少，比较好逛，不会人挤人。要不然每次这边只要到家里就超满的。彩色过鱼，彩色过鱼。还在讲哪一个？吃不饱的。哦，没保夹，但是我心里保夹，黑色的耶。我压一下，他刚叠的，叠扁了。他就传给我，他传一张纸上面，他说世界上有个比较傻逼。我要拍照，这边有小火车，这边有一个可以拍照用的装饰火车。OK。我跟你说，拍车的人要蹲着，因为没有椅，只有坐这里。乘客可以好好的坐着，椅子不错。要开去哪里呢？要再来吗？耶！我们去。可以。耶！林心凌订阅。看我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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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妈妈拿钱的，跟妈妈拿钱。好快，姐，我们去玩那个迅速了吧？那个设备表，他今天拿的钱。你可以买鸡排给爸爸吃吗？我管你不行，你要花你自己的钱。我想要去买玩的，或者是可以玩的。来送给你旁边的可爱小弟弟。谢谢。我想我吃喝玩乐，或者是那个射飞镖，我想玩射飞镖。我上次在一个夜市里面，我很不甘心，我想玩。被某他好笑了一下。后面有一个打香肠，就是弹珠，一次10块钱，然后如果4颗有的话就有，70分以下是一条香肠，这样20，那你就要70分以下哦。你不要清醒啦，你要打70的，你要打70的，还有机会哦，你要打70的哦。我跟你讲，70，我们 A 了。没有哦，这些换你，我们换一台。好，姐姐姐可以了。50以上哦，姐姐。50。120。哇，120也不错啊，一颗塔。蛮好玩的，就是10块钱，10块钱就在我手上了。1、2、3。他好可怜啊，他手直接被受伤，而且还直接缠绷带。1、2、3。你大哥哥，对啊，对啊。1、2、3。好，那你要吗？不要，我刚刚饿了。他跳不起来。林心磊真吓到。像那个印度阿三那样子。哦，刚刚真的有被吓到，成功飞起了，真的有被吓到，成功起。太像。你们完全不知道钢铁人是干嘛用的。我也不知道。
钢铁人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进去吗？有冷气哦。干面干米粉。他炒的是这样的一口，好香啊！他做的很好啊。对啊，很好。熊熊嫩嫩的，梅干控肉，我只是因为在我手不够。客家小炒，客家小炒。水蜜桃多多冰沙，上面还有这个果冻 QQ 哦。好，姐姐这边还有一个冰淇淋超长的，哎，快融化了。是啊，是，这什么口味啊？芒果跟草莓。对啊，嗯，好香哦。嗯，哪个味？好消暑啊。那我们今天逛的内湾老街，姐姐和妹妹获得了100块。好啦，我们要离开喽，最后说什么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